买了蚂蚁金包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。对，他有送蚂蚁。嗯，那是什么？蚂蚁死了。死了？死得好惨呐、啊！真的死得好惨，这些蚂蚁。五花的蚂蚁终于到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活的。一管道。哇，有个好大只，你看这只蚂蚁从这里倒进去的，然后在这里扎四个大小均匀的球洞。小奇人，这里正好有片碎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是用什么做的。好软啊，有点像果冻一样，跟果冻差不多啊、哦。对，这个是蚂蚁的家，这是蚂蚁的粮仓，我记得把粮食放在粮食仓里。这都卡着呢。嗯，对了。这个观察蚂蚁的 3D 通道，好激动啊！马上就要进到家，好想看到怎么挖的。哇，它又出来了，感觉。嗯，进去了。进去了。飞快。怎么又倒回来了？一直不过去。打架！他们跟两个人打架了，跟他打架了。哦，弹它弹它！哦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子全部弹出来。妈妈，你看他们违反继续，一击之间不能扎堆，好像都没有。不要扎堆呀、啊！他好孤独，就一个人在这里打洞。妈妈，这一部分的蚂蚁呢，有一部分的话就是只负责挖巢，一部分的话就是只负责找食物的。那我们这里太乙，这里已经被他挖了一个大坑。你要死掉的蚂蚁，那已经被它埋到这个位置了。只有这里有四只蚂蚁在这里辛勤的挖洞，你的全部跑到这个蚂蚁巢这里来了，哦，都不干活，全部躲在这里享受。现在是第二天的中午了，现在蚂蚁已经把上面给挖了一个通道，哼，下面也给挖空了。对，已经挖空了啊。你们想不想知道它们的以后在哪里呢？三枚。嗯，现在以后你看到没有，那只最大的那只蚂蚁就是躲在这里了。这里好，这里还有一只。这个蚂蚁容量不够营养，我们吃点蛋吧。来吃，好大块了啊、哦、那么小。嗯，把它蛋放进去一点，堵住了，把它塞进去。嗯，他们都在吃这个蛋挞了哇！你看下面母后急的都要吃了，一直蹭脚，好美味的样子啊、哦！现在是第二天的下午，我看这里挖出了个大洞。嗯，中间好像给它挖出了一个大洞。妈，为什么这些蚂蚁总是趴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感觉要死的样子？要不给它喂点水呀、啊？水应该是要喂的，你没喂水是吗？喂点水，但是里面呢又有蛋糕，我们就把那个蛋挞给搞走下。要是蚂蚁出来了呢？你看好怕的吗？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笑死了，他笑死了。不怕出来的。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扔好了，完蛋了。嗯，来。啊！出来，哎呀，进去了，啊，吓死了。要不直接灌水算了。所以说接喂就算了，怎么把它弄进去？这些蚂蚁会不会咬人的呢？好，我现在找到了一只夹子啊，你把它别把它夹死啊，夹死，来，哎哎，等我，你说母会不会缺氧而死？怎么办？哦，你看它还不忘救它的同伴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救他的同伴，他不肯走哎，因为他同伴刚才被我夹断腿了，应该是，给他进去好不好？嗯，他想从那里进去，你从这里进去吧，快点，这里进去。哎，他这里进去了，耶！现在头痛的就是这只蚁后啊，怎么把它搞进去？别把蚁后腿夹断了，一般都是自己。以后这只是以后，来以后你上来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给你打开。对对，快从洞那里回去。他不肯回了。洞那里回去。哎，对对，就那里进去啊。他不进。进，快点，进去。听话。
听话回去。哎，等等等，哎呀，终于回去了，耶！那只被夹死了嘞。鸡鸡气不气鸡？超刺激！超刺激！那个水还喂不喂？盖子打开，听我的。嗯，盖子打开。哎。嗯，就挤在那里。对对对对。一点水给你吧。你要喂它喝水啊。嗯，看这只蚂蚁要来喝水了。妈妈，都怪你，它都不能像以前愉快的跑。谁叫你要那么调皮跑出来？真的，我一着急。妈，您的。谁先来？一个人。我要先许愿。先许愿。这什么？哎，这个。这一个。哦，要把一个袋子。要剪刀吗？嗯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你想的。哎，没有。哎，这不是我喜欢的吗？真的非常的精细，那老师也没有看到你喜欢的，但是看到我喜欢的，那你送给我吧。嗯，不要你啊，那我给你换，给我好不好？是给我。No， 我说馒头啊，你拿来馒头了，你都不给我？这样子我拿样跟你条件拿跟你换哦。嗯，那下次你去商场任选零食。上次都给你了，给你们拿了一百多块钱的零食了。那你答不答应？不答应这个就给我。那行吧，那就跟你换了，你下次就带你去任你选啊，只挑一种颜色。西西，看一下你这个能看出什么？我要西西的。好好啊，头发呀、啊、这些上色也上得很好，特别是眼睛，而且模型也做得很好。嗯，真的很漂亮哎。我觉得用这个来钻头更快，更快，更久一点。怎么能拿它来钻陀螺？59块钱一个，知道吗？这么贵的。多好玩的陀螺啊！你这个脖子。怎么就断了？这59块钱才到手就被你给震断了。拿个东西。你有没有